上不上节目？原来是假节目，嘿嘿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耍什么花样。把鸡腿也藏起来。等着吧你。叶师傅，你在干嘛呀？你刚才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那怎么办呀？你这个，哦妈，还是你厉害。果然讲还是落地啦，今天不跟老公来点狠的，他得不到教训。妈，那这里面的鸡腿怎么办呢？方便你。哦，对对对，鸡腿。老公吃饭啦！啊，哟，还有大西瓜呀！我今天就吃大西瓜，嘿嘿。老公，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面条，你吃面条，我吃西瓜吧。谁说我要吃面条啊？我今天呢、就想吃炸西瓜，是吗？对，我儿子爱吃，给我儿子吃。听到没有？我妈说给我吃。那好吧，我来分下蛋。别动，给我妈分，我妈最公平。我手滑了。妈，那蛋挞呢？那你给我儿子吃。蛋挞是我的啦，都是我的，我最喜欢吃蛋挞了。嘿嘿，这个呀是饭后甜点，我啊就是待会再吃。哦，先吃个香蕉。今天我可是看得清清楚楚，牛油果蛋挞还有大鸡腿都是我的啦。趁着涵涵没发现，赶紧把肉给吃了。今天的香蕉啊真好吃，再吃一个。老妈种的香蕉我从小就爱吃。真甜。光顾着自己吃也不知道拿一个给妈吃，真是。香蕉我最喜欢吃的。妈不吃的。妈没事，来，我啊买了小零食给。这什么？鹌鹑蛋。对呀，米勒谷家的鹌鹑蛋可好吃了，妈会吃。好吃是吧？待会可都是我的了。是你的面呐、那么吃碗里的看到锅里的，臭不要脸。大家看到没有，这都是这男人的罪孽。老妈怎么吃这么快？你还别说，这个鹌鹑蛋呢，吃起来 QQ 弹弹，卤汁还特别入味，这个一定不便宜吧？一点都不贵。不贵？哥哥姐姐们，这个呢是米勒谷家的鹌鹑蛋，它在线下各大商超呀都卖得特别的好，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，像大人小朋友呀都可以放心的去吃。都是选用鲜蛋、鲜汤、鲜料，经过24小时卤制而成的，每一个呀都是又大又 Q 弹，特别的入味，有卤虾和野山椒两种口味，真空包装的，锁住了食物的鲜美。现在厂家呀有活动，19.9元发75个，链接呢我放在左下角了，需要的哥哥姐姐可以拍单回去尝尝。这么划算啊？对，来来放我这，放我这，别动嘛，这个留着我啊当小零食，我喜欢吃。都被你吃光了。没事吗？一会儿呀给你多买一点。儿媳妇没有白疼，这小子眼里只有他自己，真是白生了他。哎呀哟，吃完了。吃完了。吃完了，我要吃我的牛油果蛋挞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，我怎么知道？一边咬一口。没事没事，还厉害呢。